明朝的读者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Dino 李玉玺，我是 B 毕书尽。今天我们要来挑战，有一种默契叫巫力。李玉玺的身高321182，毕书尽的生日3217月7号，李玉玺最爱喝的饮料321 Fin。毕书尽最讨厌的食物321臭豆腐。好，李玉玺最满意自己的身体部位321眼睛。我也不知道，乱讲。肾脏。牙龈。毕书尽最迷人的器官321眼睛。我喉咙。喉咙。李玉玺今天内裤穿什么颜色？321灰色，灰色，你都看了，灰色，灰，我是讲灰色。你刚才不是跟我一起看吗？没有啊，没有啊。李玉玺最想和哪位男星演同剧电影？321毕书尽。毕书尽最想拥有哪位女星的电话？321许若瑄。女友和师兄掉进水里，李玉玺会救谁？321师兄。OK， 我希望。再下一题，李玉玺、徐若瑄同时打电话来，毕书尽会先接谁的？321徐若瑄。不可能，一定是徐若瑄。我明明有跟你讲过，他会觉得之后再接。友情最重要。不管伤心外真心，最后我来一张纸巾。谁的演技比较好？321李玉玺。啊嘿 ，OK。李玉玺啦，都很好了。李玉玺和毕书尽谁比较会把妹？321李玉玺。应该是我，应该是我。比较起来的话，好，请同时摆出一个爱心手势。321请同时对镜头做一个 wink。好，那最后就是觉得彼此的默契有几分？从一到十，八，十五，是什么？是八，是八，这样也可以。可以请两位用《唐老鸭》和《进击的巨人》推荐你的电影。有一种喜欢3月30号。嗯，对对对。超好看，一定要多多支持哦。耶、yeah! ！默契